咱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陈瑶阿瑶，欢迎收听咱今仔日精彩的节目内容。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啊，弟兄啊，因为伊今仔日去参加学术的这个研讨会，所以由着阿瑶来代班主持。但空中甲咱的听众朋友，这回来开讲，这回来看卖啊，咱今仔日的新闻重点，重要的新闻内容。咱诶节目，咱这个平台，希望和咱的听众朋友这回来发声，咱要发出着咱台湾人的心声，咱嘛要和愈来愈侪人会当来加入，咱坚持一边一国理念。也還有堅持平反平安的這個隊伍裡面啊，所以咱的收聽的方式，請咱這些聽眾朋友來倒宣傳，把他記下來啊，把咱的親情好朋友喔，讓他們知道可以利用啊，中午的時間啊，也是說下晡時高雄屏東做回來聽咱的節目喔。咱收聽的方式包括用收音机来做收听，是在咱的中昼十二点。中昼十二点包括着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，也阁有台南。以上是在中昼十二点，咱来现场连线做播出咯。大台北地区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。是听咱的中华电台二台，主要是 AM 的1026 AM 的1026。那大地咱分林、嘉义、台南，啊，也够有彰化的好朋友，拢会当来准着基南电台，主要是 FM 的，吼、哦、FM 的106.5。以上都是十二点到一点，好、哦、来做这个播出。现场连线，所以咱十二点半都会来开放到 call-in 的专线761-8018 761-8018。好、哦，大家等哈，那、哦、是有时间有闲，都会当卡顿礼拜啊，加阿瑶来开讲哦。另外，咱那是住伫高雄。也有屏東，咱的隔屏地區是在下晡時的五點至六點，聽咱的主人電台，就是 FM 的96.9 FM 的96.9。咱住在台南的好朋友，除了中晝那旁，暗時啊七點至八點，啊，也有這個時段，在是無用的時陣。暗时七点来听咱的詹明溪电台，主力是 FM 的89.9 FM 的89.9。以上是咱这个收听的主力，也个时间。当然，咱那是拄啊无拄好，你无闲，那是讲咱拄啊出国啊去佚佗，无那是无住伫这几个县市。咱拢会当利用咱的智慧型的手机啊，来安装咱一边一国轮播网的软体哦。啊，只要来安装了，咱为中昼十二点同款连线现场播出，而且每一点钟拢会重复来播送。啊，所以一点钟无听到，后一点钟继续刷落听，互拢无要紧，真方便，真方便的一个收听方式。即马科技发达，哈，咱嘛专工来推出着吼，即、哦這个 A P P 即个软体，啊嘛会当予大家来做利用哦。以上咱收听的方式，若有任何问题，拢请卡咱的服务专线761-8075 761-8075外管区，好、哦，我波头加一个空七，拢会当来欢迎。像讲，咱若是软体也毋知影要安怎安装，啊，找袂到的，拢会当电话啊，甲敲起来，拢有专人服务来做接听哦。今仔日
是咱的新历一月二十三号，一月二十三号礼拜二的时间，那是旧历是行到十二月初七，十二月初七。咱听众朋友，咱想啊关心的，咱的陈总统、阿扁总统受到政治迫害，咱讲政治力来介入到司法，而这个司法的迫害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3352天了，3000天搁超过到352天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咱犹原还阁继续拍拼，因为咱还未看到咱的国家、咱的政府愿意，咱讲面对边缘这么侪问题、司法案件，吼、哦，咱还未看到。啊，有一点咧强调的，咱看这两天的新闻就知影，像这款的迫害。咱若是无去面对甲解决，但解决之前，佮表示咱大家全台湾人、全国的人民，就是目睭紧紧看这个迫害继续咧进行嘛。这两个新闻看到讲，今仔报啊，就以咱的陈总统，既然连私底下要去看朋友，甲朋友开讲，啊，佮啊7天前提出申请。这敢不是迫害吗？这个是咱讲现主席搁咧进行当中的一种政治力的司法的迫害嘛。啊，所以咱感觉真遗憾。不过虽然心肝艰苦，咱嘛是爱继续坚护条啊。咱听众朋友，拜托咱的听众朋友，甲咱的节目继续跟做伙，咱继续来打拼。啊，希望，予咱的努力总有一天会当达成咱的目标，会当向咱的阿扁总统一个清白，啊，会当予咱的台湾人啊一个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的国家。咱刷来要进入到咱的节目的内容进程，赶快先来听咱的主题音乐，一边一国，咱啉一嘴茶。啊，精彩拢伫后壁，马上倒转来哦！感谢。台湾共同一边一国，台湾共同一边一国，台湾共同一边一国，台湾共同一边一国。感谢咱的听众朋友，搁转来到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现场。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陈瑶阿瑶。咱今仔日的新闻大消息，先来关心到今仔日的头版。
来讲到国民党的东山的问题，有一寡新闻内容也要特别啊来加讲出来，好，互咱大家听众朋友听看卖呀，好，听看卖呀。咱讲社会转型的正义，要甲过去微观时代一寡不公不义的这个代志，吼，要来甲伊真相，献乎咱的全国的人民。其实咱讲有一寡代志，那是讲甲人有关系，啊，人也无滴个呀，吼，这个的真相要经过更加久的这个调查，这还要可以当接受，吼，因为一寡人事的这个工作，吼，要去调查清楚。但是那是讲到财产，吼，咱讲的土东山，其实这个速度吼应该会当较紧的，因为咱讲物件，迄个是存在伫遐嘛，吼，存在伫遐嘛，这较无遮尼困难呐，吼，这种的不公不义的东山啊，成本就应该献乎啊，献乎咱全国，献来咱的国库嘛。所以咱看到今仔日的新闻有写到。写讲吼，国民党在1994年的时阵，吼，这个因专职法人登记，甲内政部申报因的财产的土地，吼，土地哦，吼，听众朋友，土地有千瓦笔啊，好，这是东山会因来发布的这个因调查的结果，好，1994年登记的时阵是千瓦笔啊。结果去年东山会开始运作，国民党甲东山会申报的这个财产内底，土地剩147笔啊，为千瓦笔变成147笔啊。哎，听众朋友，吼、哦，差不多应该个了解讲啊，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这可是咱讲。啊，咱的对手袂好正手啦，啊，结果拢共一个人诶嘛。啊，其实这个是因古代一点一点以来诶手法啦。吼、哦，成本谈咱的国民党诶东山诶名下，吼、哦，谈因诶名下迄种诶，因阁袂好家己诶投资诶公司，啊，投资诶公司阁过去袂好其他诶人，还咧钱伫倒，钱伫因诶投资诶公司嘛。哎、啊，因投资公司同款嘛是国民党的财产嘛，哦，因就是拢用这套嘛，哦，迄登来登去，洗来洗去，哦，但是，其实也要认为这个查的速度真正会当更加紧的，因为像拄仔讲到的，土地这种物件，伊登记是要有落名的呀，哦，为因迄当时上一开始到底偌济土地捌登记的。中国国民党啊，这几个字下开，吼、哦，只要捌登记过，吼、哦，咱就为迄个做源头嘛。啊，开始查讲，伊是搁转互啥物人，转互啥物人，吼、哦，转也无要紧吼，转出去，啊，转出去会有钱去卖嘛，啊，遐、那个钱咧，吼、哦，遐、那个钱咧，千瓦笔的土地到今仔剩147笔，还是至少减了900笔的这个诶土地出嚟呢？哦、你看这个东山是在惊死人，哦，是在惊死人，哦，所以咱想着讲，迄当时有法度来进东轮替，确实无简单，确实无简单。哦，但阿扁总统第一届时阵，迄真正是甲这个全世界上好起来的这个进东咧吃饼，哦咧吃饼。啊，当然迄个时阵，咱的台湾人大家嘛是众志成城，哦，有够团结的。有够团结的，吼、哦，拢不管是物资啦，吼、哦，那是那这个出力啦，出钱呀，吼、哦，做伙来完成这个政党的轮替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来看到国民党来东山是来惊死人啊，惊死人啊，吼、哦，顶礼拜这个当地不懂东山委员会，吼、哦，因有来拜访，吼、哦，有来台湾拜访咱的这个东山会，吼、哦，因嘛讲到。其实，但几个不懂东山内底，吼、哦，爱注意的，就是迄种附属组织啦。吼、哦，因迄种往当地甲过去国民党迄是差不多微观时代，吼、哦，做法拢差不多啦。吼、哦，因嘛有青年的组织，吼、哦、啊，国民党用一个救国团嘛，
哦，咱读历史，咱点才会当了解。但伊处世世界大战的时阵，哦，迄种咱讲威权统治者，因为统治的手段，大家拢学来学去啦。哦，感觉哦，伊用一个啥货哦，真好，哦，来大家来学嘛。啊，其实拢大同小异，哦，拢是将国家的财产啊，当作家己当来使用啦。哦，像咱讲救国团，迄只要国家出钱。出钱来成立呗，哎，无什么理由，你后来会当变苏联的啦，这安怎讲讲袂过嘛？啊，像这土地，清华比即卖存140几笔，好啊，咱煞毋免查看咩啊，个算袂起啦，啊钱咧，好、哦，有人讲伊开遐钱是起来讲选举的时阵使用，好、哦，嘛捌有人讲因选一摆总统大选可能该开好、哦、10几亿上百亿的啦。哦，上百亿个啦！啊，问题是开上百亿个这个钱，嘛是爱公布呢？哦，你等于是摕过去为国家那边摕来的钱，即马摕来家己算计呢？啊，还没敢袂用钱，还没敢袂使钱。哦，咱讲钱啊，土地这种物体物件，绝对会有伊个一个流动性啦、啊。哦，要查一定查会出来。哦、所以咱的东山会真正爱更加拍拼，更加拍拼。吼、哦，咱即马踮全即个立法院的临时会内底，啊，看到国民党开始咧调啊嘛，啊，讲东山会即个议程要甲抬调啦。哦，这实在是咱讲当地过去因即个合并了，吼、哦，甲因同款爱受着遮不同的遮过去的即、這个，咱卖讲清算啦。爱迎合大家一个真相嘛？哦，但是咱看到国民党谈这部分，依然总会到呢。哦，你因那是听袂到咱全国咱遮的大家人，吼、哦、超过着吼、哦、半数以上，拢希望这个不同的东山爱迎来迄种心声嘛。哦，因那是咧甲你拼呢，伊二审要甲你过呢。哦，东山和二审要甲抬掉呢。啊、这实在是，因拢未感觉安尼形象足明显，会有迄种反对负面的感觉嘛？也是讲因已经习惯啦，因无咧惊。哦，这真正爱甲贵党来，咱讲提醒一下啦。哦，咱讲有的时阵爱回避一下，爱回避一下。哦，这个单位已经咧针对哦恁的部分来做调查，你阁好意思去抬人的这个疑神吗？好、哦，咱讲回避呀、哦，回避一下啦，哦、所以咱即马立法院临时会，咱规年度的预算案啊，即马阁卡掉的，好、哦，民进党党团即马淡薄烦恼，好、哦，因为临时会开到1月31号尔，剩无一礼拜时间，有可能总预算，尤其公公搞进前讲要加薪水嘛，啊，这部分也是无过，好、哦，可能嘛。无法度加薪水啊！啊，所以因个咧吃饼，但是对着国民党党团去讲要抬这个林、这个东山会议程，啊，又是感觉足好笑啦！哦，真正拢无咧想看卖啊！哦，因底下讲吼，因的费用，这个费用伤悬呐！啊，内底当然包括因爱请律师的费用，东山会爱请律师呢！啊，为什么要请律师？因为国民党会较高嘛！啊，结果要偷人的律师费，啊，这袂笑死人！哦，咱讲要欺负人，嘛不是安尼欺负的嘛。要来拍官司，咱个正正当当，大家公平嘛。啊，不过因无习惯呐。哦，因讲要公平，因嘛无习惯呐。因个习惯讲，啊，要甲你二审抬好掉。哦，互你无多请遮好的律师。哦，可能这个意思啦。啊，唔得啊无，唔得抬黑，是为着创啥啦？好、哦，这是今仔日的。重点新闻第一篇，啊、哦，咱来讲到东山会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部分，所以咱嘛看到过去咱一直咧讲，啊，像政府上一了，都侪可能是啊，较介意中国迄边的人，啊，佮底下讲吼，啊，中国来的这个旅行的人游客变少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什么旅行业哦，足惨呐，啊，可能嘛是暗示讲。爱去妥协啦，哈！
啊，这部分当然嘛包括着中国，因也无欢喜。啊，迄种国家个用政府讲主政嘛，啊，伊要禁止你个国家的人偌济人吼，一个数亿以下，甲会放来台湾佚佗，做一个限额。吼，啊，因迄种国家也无民主个啊，因讲啥就是安尼嘛。啊，所以因嘛用这种政策。咱讲用这种的经济压力，来，哎，咱讲胁迫来威胁，威胁咱这边，咱讲独派啦，较本土派，叫咱卖遮大声啦。啊，但是咱敢有可能，咱敢有可能，咱袂遮简单好骗你嘛。因为咱看到今仔日有一个数据，就是咧讲到这个旅游，咱的人数的这个问题。其实咱讲过去，但马英九政府的时代，对阿瑶来讲，我认为迄个是一个错误的政策。迄确实是一个错误的政策。第一，我明明知影中国唔是一个民主国家，新政府讲个总督省的国家的时阵，那是较巧的人啦、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人有人讲骂的无巧，我紧啦吼。因为我认为较巧的人就知影讲吼，咱无应该把伤济资源像咧扑克安尼，全部把地主中国身躯顶嘛。吼，你也是，咱讲你，咱咧即个诶佚佗，咱甲朋友耍，你明明知影讲啊，即个做庄诶，吼有问题，吼即个国家做庄诶迄个规个制度无民主，要甲伊读书是安甲伊读诶时阵。你感觉对大度咧？我当然是唔传讲规个拢甲压压落去嘛。所以咱爱分散着，咱讲家人唔通讲藏伫一个哪内底，什么可能甲分散？所以阿瑶认为，在为嘛迄个时阵，咱讲甲中国相过密切，变成咱做个旅游业吼，拢靠中国咧吃钱啊。安尼即卖因即个卡手收断伊。当然有一挂旅游业会受到影响，这确实是安尼。问题是，迄当然是一部分，拢挖靠中国，诶，人讲陆客诶，吼、哦，中国人来遮佚佗诶，遐公司会影响着。其他诶旅社等等诶，为今仔新闻咱看着，来自由行，尤其是中国以外国家，拢会成长，咱。旧个整体看起来，吼、哦、是无较歹哦，吼、哦、甲过去比起来是无较歹。啊，有一寡景点伊会减少去，因为咱讲，咱知影中国传来，迄种白富的嘛，吼、哦，遐一寡景点拢白富的嘛。啊，咱若是自由行来的人，伊个家己会当想要去倒，伊个去倒。所以伊在固定的遐点。旅行社白的无法度改遐个点，当然人会变少伊。但是其他私人的景点也是一寡佚佗的所在，煞来成长。哦，所以也要特别要用这篇，哦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。哦，过去错误的政策，即卖咱的政府确实啊有一寡部分是有大力啊要甲伊弯转来，哦要甲伊转转来。迄、那个时想过挖靠着中国啊。啊，迄个是咱讲迄个骂，吼、哦，当然伊总希望会当统一个人，伊总希望这样看会出来，还目睭青眉嘛看会出来，唔过煞牺牲着咱的经济，吼、哦，进前啊前几礼拜，中国嘛有讲，啊因咧限制着即个过去的台商，吼、哦、因工厂的生产，但因种国家真正是因共存独生，大家爱了解，吼、哦，所以。唔通啦吼，唔通想甲种国家挖伤近啦。伊当时要后壁甲你多一刀，啊你嘛唔知影嘛。好，咱即集上简单讲到遮，啊，上进第一批咱的工商的服务，当然等你倒转来，咱会来开放咱的口音的电话，口音电话761-8018，761-8018，话波头加07。咱来听咱的工商服务，咱的蛙年啊，吼有上新的活动，听众朋友爱听好斟酌哦，感谢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这个旧年尾的新年头，为着要感谢听众朋友全年间的支持，咱的节目特别要来推出着一年一次过年大优惠的活动，希望会当替听众朋友把未来一年的扩大拢过好，咱继续做伙为台湾打拼，守护这片咱出世大汉的土地。弟兄也相信，在新的一年，咱的国家台湾会愈来愈好，继续大步向前行。这次过年大优惠的内容，每项的产品拢有淡薄仔无同款的加码，真正非常的澎湃。限量100组，限量100组，大家要详细听哦。把握机会，好康的拢在遮。正贤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，佮独家添加着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，一罐原价是2800元，即卖特别优待，一届摕5罐，一罐优待只要2500元，而且佮加赠送一罐，等于你会当省1500元，还佮加摕一罐。正贤深海鱼油原料对最近上优良的北欧挪威来进口。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， 原价是2200元，现在一组5罐，一罐只要2000元，同款多赠送你一罐，也是有省还有赠送哦。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芝是跟农委会技术合作，真正用规粒的指示体要去提炼制作，一盒是3500元，现在买两盒就赠送一袋这个牛樟芝的沙文，那买5盒就赠送你3袋这个沙文，最重要的买5盒加赠送一罐的牛樟芝给大家。新鲜地鸡精是传统用龟脚鸡啊，落去地的地鸡精会当温暖烧，是这个寒天补充元气上好的营养品。一盒原价是5400元，即卖一组3盒大优待只要15000元。佮加赠送一盒细盒的10包装的地鸡精，互你补身体。最后是咱补充钙质的第一选择，用上好的柠檬酸钙制作，佮独家添加着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，会当用脱毛，也会当用补的，一罐是1200元。即卖大优待，一届买6罐，就加赠送一罐；一届摕10罐，就加赠送你2罐。过年当只有一次过年的大优惠，过年大优惠限量100组，机会难得。用真时代脑欠用，请卡联合服务专线：0776180075，0776180075。拢有专人甲你服务接听。其中也祝福咱的听众朋友新年恭喜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，大家大赚钱，感谢努力。感谢咱的听众朋友，佮倒来到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现场。咱上新的这个过年活动，若有这个兴趣，拢会当加卡服务的专线：0776180075，吼，0776180075。现就是咱的口音专线来加拍开。咱若有啥物啊，要加听众朋友在空中来分享。拢会当卡咱的口音7618018，7618018咯。以上咱拄啊报告的，啊个提醒吼，咱的这个过年活动限量100组，吼，这实在是过去拢唔捌，唔捌有遮尼，即摆应该是上优惠的一个活动啊啦吼。咱捌拍这捌送奖品，吼，即处是有价个有量。好，大家把握机会。咱今即个节目，咱过来补充，吼、哦，过来补充，同款甲即个中国有关系即个新闻。两化政策协会做即个民调啦，民调讲对着中国启用 M503，就是即个飞行机要飞的即个航道、即、這个路线，吼、哦，无甲咱做协调，个家己。开始飞啦，吼、哦，家己飞开始用啦，吼、哦，在大家啊，咱节目当中嘛，拢有去讲着，迄是做危险的代志，吼、哦，你袂当讲你要飞个飞啊，因为你有飞行机要经过，变成咱有可能要诶为遐经过的这个班机，吼、哦，时间袂当伤接近嘛，啊不，那是弄最后变安怎？吼、哦，你加一个航道，
是其他只要有经过当附近呢，拢爱做一种调整，看卖啊，敢有问题嘛？啊，对着因这个动作，哦，咱龙华政策协会做民调，有七成是的民众无赞成啦。哦，这当然，咱等于讲咱台湾人七成是无赞成啦。哦，嘛有这个更加重要的数据，就是对着咱的省政府，因讲吼，那是中国要安尼舞啦。好，咱要来限制今年过年，要要求加加班机飞来台湾的飞行机，中国的这个厂商，咱无爱互飞嘛。对着这个方案嘛，超过着六成的民众支持，还来加反制，好、哦、来加对抗。哦，看到这个民调吼，咱感觉心肝爱加安慰，因为确实是安尼。国民党伫遐讲啥物啊？台商要转来，袂用转来。问题是，但国家的安全进程无啥物物件，吼、哦，会当比国家安全更加重要啊！你全部的物件拢爱退让啦，拢爱退让啦。哦，你讲台商袂用转来，啊，无恁去甲这个习近平抗议嘛？哦，你等下投资，你有等下甲因请的人哦，足侪人薪水是靠恁搭的。去甲习近平抗议嘛？哦，伊遐咧家己去开迄个航道咧飞，当然会影响啊！啊，敢讲伊是嘛戆啊吗？敢讲伊唔知影讲喊咧，咱会有啥物动作吗？那是感觉咱着作冷，台湾作冷，哦，伊无咧惊吗？一定要有一寡动作嘛！哦，啊，咱讲咱谈遐个即一寡台商，嘛请啊先即个忍耐啦，啊无去甲。中国的当局来甲抗议啦，啊，无要安怎？刚刚为着咱这部分的台商要来牺牲着咱国家的安全吗？我们看这个民调超过六成的人同意要有一寡手段，像讲卖个红包啊，之前咱嘛讲过嘛，啊，规气拢卖通啊啦，要安尼来啊，拢卖通啊，全世界嘛不是单单中国一个国家尔嘛，但过去。咱讲迄个足长的一段时间，小三通进前，咱是甲中国是要咧通的呢。迄个时阵经济敢无好，我像我今麦是较歹呢。哦，所以经济去拍拼啦，啊，国家的安全，这真正是爱去坚持啦。好、哦，所以咱看到这個民调吼，咱阿幺妈徛也双手来赞成啦。我袂当互人拢土侵骨啦！对着中国在手段，吼卫生政府上任以来，因是愈来愈过分，愈来愈过分。对着包括讲飞行机吼，三不五时在咱的附近底下飞来飞去嘛。哦，即卖连民航机的这个航道都要家己开啊啦。哦，所以咱爱看硬叉小块，咱讲硬起来，硬起来。所以，咱希望咱的政府，吼、哦，爱做的唔免惊，吼、哦，真正诶检验飞来飞去，甲检抓紧，尽量甲检，吼、哦，嘛是要逼对方愿意理性来做一个，咱讲诶对着经济方面，吼、哦，诶一种协调嘛。啊，那是全部伊拢要规划旁伊，无要甲咱协调，安尼咱嘛唔通像迄老细安尼爱甲摸大腿。哦，爱甲跪，爱甲拜托，吼、哦，安尼嘛无必要啦。啊，这是今仔日，啊，今仔日对着龙华这个协会做的民调的内容，也嘛是来分享，和咱的听众朋友来了解。咱刷落来要来讲的，其实当然这两天已经可能做在政论节目，吼、哦，拢已经讲过呀。啊，唔过阿瑶嘛是赞美调啦。哦，这种代志无提出来吼、哦，这无来，咱讲讲起来吼，我安尼藏伫心肝内，我嘛赞未掉啦。哦，可、就是对着这样日啊，哦，发布保佑这个中干，大中干对着阿扁总统去这个翠山庄看李登辉前总统的这个代志，哦，既然发文啊来讲安尼违规啦，啊，顶礼拜阿瑶。
佮感觉啊，咱台湾像咧看到希望，看到即个日头光线来照落来，吼、哦，包括气温嘛回暖嘛，吼、哦，顶礼拜啊，规个迄个心情吼、哦、是非常的好。佮袂想着过一礼拜啊，啊煞规个变像咧下降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即、這个中间用即个冷水规个泼落来啦。啊，天气佫开始要变寒啦！哦，点点的，嘿，种感觉实在是足歹，实在是足歹。哦，对着中感的这个回应，哎呦，忍袂掉啦，我冻袂掉，一定爱来念两句啊！好，啊，毋过咱先来看着吼、哦，这个中感讲的，哦，讲吼安尼违规啦，吼、哦、未来那是讲出外吼爱七工钱。来做这个申请，对着这个违规，我实在无了解啦。啊，唔知影听众朋友敢有较巧的，吼、哦，咱会当然有了解，敲电话来甲咱分享一下。我实在无了解，吼、哦，去看李登辉前总统是违规伫倒，我实在无了解。吼、哦，顶礼拜那我去讲过呀。吼、哦，那是讲看别个人去拜访。吼、哦，像讲去别个所在私底下拜访朋友，这无违规。吼、哦，过去中间嘛安尼讲哦，哦，讲私底下访友吼、哦、拜访朋友无违规啊。啊，那是安尼，为什么拜访李前总统会违规呢？吼、哦，这我无了解。敢讲什么人是阿扁总统的朋友？爱经过中间，你准查吗？爱你核准吗？是不是咱来写一个好朋友的名单起哩？我互你交，互你去认定什么人是阿扁总统的好朋友，敢会当安尼吗？什么人是朋友，什么人不是朋友，迄是本人甲知影的代志。你中间，你中间是咧插什么嘴？我实在看无。哦，敢讲你无认为？哦，你也是对着伊，唔是朋友这件代志。哦，我感觉这想憨过。再来。那是讲啊，你认为哦，当然李前总统嘛是阿扁总统的朋友哦，但是嘛袂当去看啊，那哈那个真正更加好大胆，所以今麦有问题的人是李登辉前总统这个人吗？哦，你中间袂当讲较大声的嘛，你阁讲较大声的，所以今麦有问题是李前总统这个人吗？所以你中间唔准吗？哦，伊、那个文看开，差不多就这两种意思嘛，一种是哦，我认为伊唔是朋友。啊，那安尼变成我来用朋友名单，吼、哦，互你中间去见，哦，这个无天理啊啦。啊，第二种是你认为迄是朋友，啊，但是你唔准，啊，因为这个人较特殊，哦，啊，你也是，那是中间对李前总有意见，互你新闻稿会当阁写一篇出来讲嘛。哦，啊，不然实在是想无呢。哦，迄个唔是啥物公开的场合啊。我拢蛮看到新闻报道。哦，去到遐的时阵是无外人诶，个地中海片总统，啊，李登辉总统甲因迄个主任，迄毋是啥物，讲会拄着吼无法度预料诶人，咱不特定人士遐无呢。啊，到底是为虾米是？那是讲因为媒体有报着，媒体有报着，诶，也是媒体厉害啊。其实伊嘛就看起来，因是但对。即、这个可能对面平较悬的所在，安尼翕面呢，嘛毋是讲踮因厝内底翕呢。啊，当日李前总统的生日，媒体有一挂伫遐，啊，想看卖啊，想要来报讲哦，但即间有啥物人来看李前总统来甲伊接收，啊，真嘛无奇怪嘛。啊，结果讲讲媒体厉害，会变成你中间要来听话啊，变总统嘛。哦，这实在是，这个道理已经，我相信已经从咱的地中，各有咱的一挂证人，这个已经拢讲过了，这根本就无理嘛。哦，阿瑶先点出一部分尔啦。其实阿瑶要讲的是，你看到咱的司法系统真正是无药的人啊救啊啦，迄无药的人啊救啊啦。咱讲监压中监，迄嘛是司法系统其中的啊、哦、一个环节。好、哦，咱讲为起诉检察官，好、哦、头前的调查，好、哦，咱讲环境调查局
到检察官来起诉了，你们法院的法官，到那是判有罪出来执行，哦，这个执行单位监狱的部分，这规个司法系统真正已经乱到我实在，迄无法度救啊啦！你看中南出了什么新闻啊？哎，你中南是唔通袂记真呢？今仔日阿扁总统的身体会变成安尼，是恁来负责呢？而无人来讲，恁真正放娃娃呢？跟何意思的啊？进东进西，我刚刚唔免负责吗？我谈这个乌合内底，那等个时间，恁会当家一个人乖噶，遮尔个病痛，恁唔免负责吗？我若是讲咱台湾的感觉遮尔好厉害，咱讲破形。一个人犯破刑是限制伊的自由尔，无讲你会当影响伊的健康呢。但国外你也是感觉一寡疏忽，去予人受伤啦吼，严重有啥物问题你哦，相当申请赔偿的呢。你中间你是，吼咱的法务部，吼咱的矫正署，你是唔通得靠靠呢？今嘛身体状况敢讲你唔免负责吗？敢讲唔免吗？啊，若是讲大家，咱谈咱台湾，你照起你讲，这个鬼党出来拢会变啊呢？哎，真正哎，可能会有足侪人爱去抗议啊啦。吼、哦，咱足侪嘛，无一定是足当去做。吼、哦，咱讲过失出一个车祸，吼、哦，过失这个伤害等等的，若是无钱啊，那交罚金，同款爱去你关几个月，吼、哦，半当一当呢。咱个感觉也是真恐怖，大家记袂出来，身体哪出问题，安尼敢会使咧？咱个矫正署无好啊，检讨家己，甚至对着谈迄段时间阿扁总统健康出问题个即个代志，嘛无任何个一点点个道歉。这个人即卖等我快要破病，你搁要底下指指点点，搁要用迄种政治个俗客啊，讲个白啦。就是因为你前总统是政治人物嘛，是做观看的政治人物嘛，你看了无欢喜嘛，是就安尼尔嘛，啊无咧，我想无别个原因嘛嘛。哦啊，咱阿扁总统，哦你莫讲阿扁总统，哦咱相信立法委员嘛好，哦但咱政治界，因伫遐选举，吼伫遐三四十档的这个经历。因熟悉这八成什么讲政治人物啊嘛？你要要求一个做政治工作的人，伊的朋友、政治的朋友拢袂当去吗？是倒一条会当安尼规定？哦，这个重点到今仔为止，对着因这个声明到今仔还未有啥物回应。哦，那么拜托咱的电视的媒体遐争论的节目，一定要继续消啦，这无理啊！哦，咱。后一集也有讲，有讲这个过去啊，黄煌雄做监察委员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伊的迄当时对着阿扁总统的健康，加谈乌罗内底的医疗有做一个伊报告，吼、哦，用监察委员的身份来正式来做这个报告，还要把资料找出来，相关的内容，咱后一集啊来和听众朋友啊来了解一寡重点。咱先来听，再来听一下咱的工商的服务啊，过年的大优待，好、哦，大家把握机会，把握机会，好、哦，这确实过去将来无遮尼好康啦，好、哦，这目前为止是上优惠的一摆，好、哦，大家把握机会，甲听一下哦，感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在这个旧年尾的新年头，为着要感谢听众朋友全年党的支持，咱的节目特别要来推出着一年一次过年大优惠的活动，希望会当替听众朋友把未来一年的困难拢过好，咱继续做伙为台湾打拼，守护这片咱出世大汉的土地。弟兄也相信，在新的一年，咱的国家台湾会越来越好。继续大步向前行，这次过年大优惠的内容，每项的产品拢有淡薄仔无同款的加码，真正非常的澎湃。限量一百组，大家要详细听哦。把握机会，好康的拢在遮。正常Q10，原料对日本进口，
佮独家添加着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，一罐原价是2800元，即卖特别优待，一届摕五罐，一罐优待只要2500元，而且佮加赠送一罐，等于你会当省1500元，还佮加摕一罐。正常深海鱼油原料对最近上优良的北欧挪威来进口，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， 原价是2200元，现在一组五罐，一罐只要2000元，同款加赠送你一罐，也是有省还佫有赠送哦。台湾的国宝和平乌姜汁是甲农委会技术合作，真正用规粒的籽实体要去提炼制作，一盒是3500元。即卖买两盒，就赠送一袋即个牛樟子的沙文；那买五盒，就赠送你三袋即个沙文。上重要的，买五盒加赠送一罐的牛樟子给大家。新鲜地鸡精是传统用龟脚鸡啊，落去地的地鸡精会当温暖烧，是即个寒天补充元气上好的营养品。一盒原价是5400元。即卖一组三盒大优待，只要15000元，佮加赠送一盒细盒十包装的地鸡精，互你补身体。最后是咱补充钙质的第一选择，用上好的柠檬酸钙制作，佮独家添加着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，会当用吞的，也会当用煲的，一罐是1200元。即卖大优待，一个月买6罐，就加赠送一罐。一届摕10罐，就加赠送你2罐。今年冬只有一次过年的大优惠，过年大优惠限量100组，机会难得。用真时代脑欠用，请卡联合服务专线：0776180075，0776180075。拢有专人甲你服务接听。最重要，祝福咱的听众朋友新年恭喜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，大家大赚钱。感谢努力，感谢咱的听众朋友，搁登来到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现场。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陈瑶阿瑶。咱过年大优惠的活动啊，有省吼，搁有即个赠送，即、這个新的加码，即个内容，咱也是无了解。啊，同款，咱若是对着咱的收听的方式，啊，若是无了解，啊，拢会使来卡咱的服务专线，0776180075，吼，0766180075，加07，吼，这是特别啦吼，即摆嘛是常常想讲吼，替弟兄啊加油啦，大家知影弟兄啊要来参选着市议员，啊，所以想讲甲加油，有特别车嘛。还嘛希望咱听众朋友做伙做伙来加油，咱过来看到拄啊讲到的，对着即个法务部啦吼、矫正署啦，还有认为这可能毋是中干会当做主的啦，吼伊嘛无想咩，吼家家己拍咱讲打脸啦，过去应该讲访友私下访友私底下拜访朋友会使啊，啊即卖用这出来，因可能嘛毋冤啦。啊，毋过顶头只是无法度啦，吼、哦，可能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无，为虾米？啊，到即摆嘛，无个进一步的说明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拄啊讲价吼，真正即个火气吼、哦，淡薄仔大开，因为咱讲你矫正处理法务部实在毋通袂记真呢，恁上一位前总统经过六冬的即个时间，会当甲伊母甲身体变安尼？恁拢无袂感觉见笑吗？恁拢无认为需要教咱的国家、咱的台湾人会一个失礼吗？毋是讲为着阿扁总统尔，你为着你遮尔见笑，咱台湾的感觉会当六冬共关甲安尼？你毋免来会一个失礼吗？这种国际社会是偌好笑的呢？咱台湾人出去毋通讲咱家己是偌重视人权的国家的啦。吼、哦，唔通阁安尼讲啊啦，因为恁的法务部阁唔是安尼嘛，阁唔免甲咱台湾人会一个失礼咧，即款的法务部，拄啊也讲到即个黄黄熊的即个报告，内底足清楚写着嘛，但迄当时阿扁总统阿未保华主义，吼阿未保华主义的时阵，
吼，伊就去了解。咱讲即马咱五万单书面，单监察委员会当司法的部分来做处理。过去咱嘛真感谢黄黄雄这位监委，吼、哦、已经卸任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过去做监委时阵，吼、哦，伊来调查阿扁总统谈台北感恶的内容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算是谈迄个感恶内底，吼、哦，的台污啦，的台污。伊报告第一点伊就写啊，伊讲吼，咱讲矫正署发布报吼，台北感恶对着。哦，陈前总统身躯的状况、医疗的过程、甲检查的结果，吼、哦，拢无一个好的处理啦。而且，吼、哦，阿姚认为阿扁是重点，哈、哦。而且，但因根本无医疗专业的知识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而佫无经过专业的医师的询问，因个，吼、哦，凊彩对外靠发言啦。来对着阿扁总统身体健康来讲话啦，来发新闻稿啦，吼、哦，来引发足侪争议啦，吼、哦，咱来看卖下咱的法务部，咱的这个矫正署，咱的司法的系统，啊、哦，唔是医疗的机关，按国大家对阿扁总统的健康有疑问的时阵，伊拢唔免问过医生，吼、哦，个人家己跳出来讲话，简单讲用伊的啦。啊，无用伊个，就是因感觉安怎个安怎啦，这个是咱的法务部啦，就是安尼嘛。哦，迄个时阵足清楚写出来，为着2020年哦，哦，2020年的年底来刷个台北感案嘛。好、哦，迄个时阵阿扁总统就欢迎啊，哦，讲伊感觉哦足喘啦，好、哦。啊，这个咱讲的像个喘袂气喘无啥会过来，吼、哦、啊，去要去检查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时阵伊个讲要去检查，问题是台北感冒无来嘛，吼、哦，因要求讲就是踮感冒内底食因的药啊尔啦，吼、哦，这是2020年的年底，啊，结果一条无法都好起来嘛。所以，佮来去树头卫生署的这个病院树头来做检查，即卖卫生部啦。去树头检查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时间是2012年啦，2012年的年初啦。哦，等于讲将近一冬的时间，要求要出来看医生拢袂使啦。哦，你看咱的这个发布部。将近一冬的时间，啊，真正拖假一冬过呀，敢互伊去梳头来检查啦？啊，梳头了后，后来佫经过着去甲啊中脉脉去中间，吼、哦，南口迄个中间，吼、哦，佮有即、這个最后去甲严重嘛。经过一冬的时间，吼、哦，才检查出来咱阿扁总统身体的状况。哦、所以对着这个部分，阿瑶嘛想到，2010年到2012年，甲后阿扁总统出来看医生的这个代志、哦，其实啊感慨足深呐。亲像地中啊，2012年的时阵，哦，迄处有出来竞选这个立委嘛，竞选这个立委，当然真侪有一挂人无法度谅解，讲啊退党啦。啊，迄些互国民党来抢伊啦。但是，踮迄个时间点，踮迄个时间点，哦，那是地中啊无做遮个工课，无做遮个工课。啊，讲袂定，啊，扁总统有完未当看医生啊？吼、哦，这是一种的可能性，吼、哦，无一定是有关系，但是阿瑶安尼认为，但是讲咱有。吼、哦，顶头啦，吼、哦，看到咱的实力，有，互因看到遮尔侪基层，吼、哦，咱的一般人，咱的台湾人是遮尔关心阿扁总统，是对着扁人遮尔啊无法度接受，嘛遮尔侪人知影内底问题，但是因为摕到迄个将近5万票的票声，吼、哦，
有可能今仔日一切拢会无同款啊，所以有一寡人无法度谅解，但是好阿瑶啊认为讲爱讲予大家听，咱来听最后一批感伤的服务哦，感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在这个旧年尾的新年头，为着要感谢听众朋友全年党的支持，咱的节目特别要来推出着一年一次过年大优惠的活动，希望会当替听众朋友把未来一年的困难拢过好，咱继续做伙为台湾打拼，守护这片咱出世大汉的土地。弟兄也相信，在新的一年，咱的国家台湾会越来越好。继续大步向前行，这次过年大优惠的内容，每一项的产品都有淡薄仔不同款的加码，真正非常的澎湃。限量一百组，限量一百组，大家要详细听哦。把握机会，好康的拢在家。正贤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，佮独家添加着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，一罐原价是2800元，即卖特别优待，一届摕五罐。一罐优待只要2500元，而且佫加赠送一罐，等于你有当省1500元，还佫加摕一罐。正贤深海鱼油原料对最上优良的北海挪威来进口，有丰富的欧米伽。